新北市打造全市最大的市级童军体验营区，日前在贤孝童军体验营区正式启用，由新北市长朱立伦担任大会指挥官，进行2500位的童军大检阅，同时也宣布新北市第三次童军大露营开始。担任这次童军大会会长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一到会场，就受到2500位童军的热烈欢迎，各团欢唱童军歌，大呼童军口号，充分展现童军的精神。新北市打造全市最大的市级童军体验营区，利用正德国中贤孝校区操场和余裕空间，未来提供新北市童军伙伴办理各项童军活动。北海岸这边啊，风景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原来闲置的校区能够变成我们童军的体验营，那变成童军教育非常好的基地，我想地方也非常支持，这是我们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我们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四大童军的营地。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达到校校有童军的县市，全市有305所学校，共成立了529团。新北市希望学生多多参与童军活动，从中学会服务人群的童军精神。记者沈仲林、景瑜淡水采访报道。